等。然后今天我们要来这里做一个重训的训练，那这是一个户外的活动，也是一个全世界非常风行的活动。那我们一起来体会看看户外的重训是如何重训的，我们走吧。今天我们就是来屠龙。屠什么龙？屠这一池的龙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训运动，屠龙高手，走吧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示范一下勾饵的方式。勾饵方式是从它的侧边这里勾进去，然后再拉出来，让勾尖外露，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打得到那个鱼的多分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好，我走了，我要打吗？开箱啊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怎么快？你还担心打亏？超快的哦。你卖甲出来了，出来也个假了。啊，你搞掉的时阵有无？向下脚吐，有无？向你搞完伊安尼搞掉的嘛，向下脚倒吐上去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安尼明仔载当来上班啊。明仔载当上班啊。来啊！你讲讲出来。好啦，先换我出场。这有锁紧的吗？这个？这哦，安哥，不是，安哥，安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拿网子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太快了，好了。小游示范第一次，
吃太多不会变笨，来咯，是不是？喂，出现的快感。手酸。好像掉，好像不叫掉了。这个每一个都像掉到地球。超爽的，是什么？应该是龙胆。是龙胆。龙胆，这边龙胆。你那手往前面一点。对。这样吗？对。我手酸的还没倒、啊、使用睡梦罗汉、直接横躺，小心水车拉过来一点吧。刺激刺激，出水，要出水，快要暴露了。这只可能不小哦。它不小。哦，哇，干！好粗！哇，这只大，这只不小，这只大概20吧。20啊？20-30吧。来，过来一下。好好。那么近，这边要人帮我踩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好。哇，你真的专业的嘞！专业的嘞，什么时候来上班啊？他太顽强。我刚才说蹲不到人的时候，本来想来。啊，是啊。靠腰，出不去啊。去抓奸。好 ，OK。好了。好。换那个啊，换你女朋友。好了。今天小游来健身房。好，健身房做什么运动呢？哎、欸，有了。还没吧？啊，这只比较小。被吃一半了、没有吧？你要拉一下，再让它接手啦，不然它哪撑的力道哪撑得了？啊，对，可以，好，接手，赶快，好啦，初体验哦。哦，你看这种双人钓法，想逼死谁啊？好，那个小游亲自在教学。他进去了。啊，赶快，往后拉。先往后拉一下。
车啊，斧头有吗？好了好，给他给他。他不行。那你拉太快了啊！所以这次其实也不小，对啊，但是没有你那只大，有啦，看网池就知道啦、啊。好，经过了3个小时的重训，感觉到肌肉的发展，胸肌的壮大，今天的重训非常的成功，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看看这个在台湾还蛮不错的重训的活动。下次我们会再介绍其他的健身的方式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没走了，没没。你靠着，你靠着。弄哪？是激动，是激动，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小心！